傻瓜怪兽哥麦拉，你看它的脸有一点可爱，又带着一点傻气。这只怪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它是来干什么的呢？大家好，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。我叫小半昌斯，是怪兽生态专家。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哥麦拉的生态。傻瓜怪兽哥麦拉，身高约六十五米，体重两万五千吨。 哥麦拉从哪儿来？哥麦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目前还有许多未揭开的谜。根据我们收集到的信息，哥麦拉出生在怪兽乐园，那是一个怪兽岛。为了成为像哥斯拉和加美拉那样了不起的怪兽，哥麦拉现在来到人类的世界修行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通过超大型遥控式 MRI 透视系统去看看哥麦拉的身体内部。哥麦拉的眼。 也许你会觉得他的眼神看上去非常凶猛，但是据研究，他眉宇间的皱纹是为了故意显得可怕。其实他放松的时候，表情是很温柔的。他的视力并不出众，只是普通的眼睛。戈麦拉的脑，相当于他的体型来说，脑部较小，内部还有空洞。如果脑子左右摇晃，就会导致健忘，并多次犯同样的错。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发现哥麦拉偶尔也会开动一点小脑筋，所以尽管进步缓慢，但脑子还是会一点点长大。哥麦拉的脚发射哥麦拉激光的时候，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能量，然后作为体内能量集聚起来。它就好像昆虫的触角一样，能够觉察到四周的危险。不过，即使发现危险，它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 哥麦拉的獠牙，威风凛凛的獠牙藏在哥麦拉性感的嘴唇后面，但是由于他从来不刷牙，所以有严重的口臭。有人目击过好多被臭气熏得晕倒的乌鸦。哥麦拉的前臂，它有强壮的骨骼和肌肉，能摧毁所有东西，力气之大相当于一千只黑猩猩，只要一拳就能把军用直升机打下来。哥麦拉的尾巴。 尾巴虽然较短，但是它的威力可以摧毁坦克，拥有孙悟空尽全力挥舞金箍棒六百次加起来的力量。哥麦拉的屁股洞，这个洞主要用于排放哥麦拉肚子里积存的气体和粪便，当然平时是藏起来的，有时它会放屁，这往往会带来一场灾难。这个部分下次再讲。哥麦拉的胃。 这个胃硕大无比，什么都吃，而且能吃很多食物，迅速转化为能量，储存在能量袋里。需要的时候就能作为哥麦拉激光吐出来。能量袋这个部分用来储存从哥麦拉的胃传送来的能量，能量转化为哥麦拉激光。哥麦拉一般都能自己控制激光的发射，但也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发射出去了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攻击哥麦拉的，那么哥麦拉激光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射出来。所以，当您攻击它的时候，请注意，千万不要射中它的、X。傻瓜怪兽哥麦拉，我们怪兽生物学家今后还将坚持对哥麦拉的调查。不过，它好像并不凶猛，还有一个未经确认的秘密。 格迈拉每遇到固定的日子，就会变成和我们人类差不多的身高。如果这个秘密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他抓起来。如果你有机会目击到他的行踪，请赶快与格迈拉调查团联系，我们将万分感谢。